是最近在网上非常火的我们的网红小车，它平时的停车位就是在这里。自从今年的8月份我们购置它以来，到现在已经有将近100位小朋友乘坐它愉快地进入了手术室，所以效果还是非常理想。调查的活动，我就看到在调收上来的这个意见中，我就看到了这样的一条，就是在科室购置一辆小汽车，专门用于接送儿童的手术的小患儿。我们考虑的颜色，第一个是手术室是一个对消毒隔离和清洁的要求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环境，所以我们就选了一个白色的。车的牌子就选了个豪车，另外这个车是可以遥控的，因为所有的小朋友进去的时候，他对我们手术室的环境不是特别熟悉，那就由我们专门的巡回护士来遥控着他进手术室去参观一下。有的房间距离门口特别近的，还可以专门的让他进去绕点远路，然后整个把手术室参观一下，之后再进到他相应的房间里边去，这样他们都会觉得很开心，觉得很新奇。